玉山山脉。小波，去帮妈妈买一瓶酱油好吗？正在煮菜的妈妈伸手拿了1000元给小波，要小波帮忙买酱油。小波拿着1000元钞票，看着背面的图案说：妈妈，这1000元的背面是什么图啊？我知道100元的背面是樱花勾吻龟，500元的背面是梅花鹿，没听过1000元的背面是什么图哎？哦，这是玉山山脉啊。原来这就是玉山哦。老师说过，玉山山脉是台湾的第一高山，那里还规划了玉山国家公园，有机会真想去登玉山呢。想要登上玉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哦，在登山前要做许多的事前训练，不管是体力或耐力都要有充足的准备。无论如何，我长大一定要登上玉山，从山上看看台湾这块美丽的宝岛。小波，你知道玉山山脉有多高吗？我记得老师说过，玉山山脉高达3997公尺。很厉害哦。其实在玉山国家公园里，除了玉山山脉之外，它的周围也有许多高峰哦。在玉山的东边是玉山东峰，高3869公尺。北边呢是玉山北峰，高3858公尺。南边是玉山南峰，高3844公尺。西边是玉山西峰，高3518公尺。它们都是高度超过3000公尺的高山呢。这样说来，玉山西峰比其他几座山都矮耶。小波很棒哦。那我再考考你，刚刚说的5座高峰，你可以排出它们的高矮顺序吗？